GMP Good Manufacture Practice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。世界卫生组织将 GMP 定义为指导食物、药品、医疗卫生生产和质量管理的法规。世界上第一部 GMP 法规于1963年诞生在美国。随着科技和全球化发展，欧盟、日本、瑞典、中国等国家都逐渐拥有各自制定的 GMP 法规。根据国情需求不同，各国的 GMP 的内容也不同。在美国， GMP 认证是指生产企业通过第三方认证机构进行检测，确保生产企业具备良好的生产设备、合理的生产过程、完善的质量管理和严格的检测系统，符合 CGMP 等法规要求。生产企业达标后，可获得第三方机构颁发的 GMP 认证证书。 CGMP 是美国针对食品饮料、制药、膳食补剂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六类生产企业制定的相关生产法规，各个生产企业都需要强制遵守该行业的 CGMP 法规。膳食补剂 CGMP 出自美国联邦法规第21卷111篇，该篇幅详细定义了膳食补充剂的 CGMP 细则。 CGMP 前的 C 表示当前的、现行的，特指美国的现行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，因为 CGMP 会根据不同行业的生产质量和技术革新，每年至少补充并校对一次。多出来的 C 是为了凸显出美国 GMP 法规具有时效性。在叫法上， GMP 认证或 CGMP 认证都可以，但通过字面上的称呼来对生产商进行主观的评价并不专业。每个生产商所处的行业不同，对生产的要求自然不同，消费者可以通过检测过程所依据的相关法规进行有效的判断。在美国， FDA 负责审核生产商是否符合美国联邦政府 CGMP 法规， FDA 将会依据各自行业的 CGMP 法规对生产企业执行随机式的审查，对于不符合 CGMP 法规的生产企业发送警告信、勒令整改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通过 FDA 审核的生产企业， FDA 并不会对其授予任何 GMP 认证证书。生产企业如果需要专业的 GMP 认证，需要通过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。在第三方 GMP 认证机构中， NSF International 检测机构是美国最具代表性的 GMP 认证机构。第一步，进入 NSF 官方网站。第二步，在制造商名称下输入生产商名称，如 For Excelsior， 点击搜索。注意，在搜索时您可以将其他类别保留为空白。上述两个步骤完成后，便会出现关于注册制造商的详细资讯页面。以上就是今天的 Calorie 科普视频，感谢您的收看。